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举办的神秘顾客计划，目的是提高整体零售行业的服务水平。20年来，参加品牌有接近500个，探访次数超过9万次，覆盖19个不同的行业，是零售商广泛认同的业界标准。提升服务水平，请即参加2015神秘顾客计划。